小朋友下娃娃车，跟着老师参观原始林户外教学。老师跟学童原本口罩戴好好，结果小朋友加老师一字排开，共26人大合照，居然脸上光光，口罩不见踪影，只有其中两个小朋友手上拿口罩，其他班的合照也一样，口罩变项链挂在胸前，老师们合照肩并肩靠得很近也没口罩。其他园内游戏花絮，大部分学童有戴却也有漏网之鱼。太恐怖了，老师带着一些小孩就做了这个示范，太危险，不夸张，就觉得怎么会没有给幼稚园这样子，家长都不放心送去幼稚园啊。新北幼儿园爆发 Delta 疫情，屏东也才刚守住 Delta， 当地民众看到照片也吓到。这是屏东县一间幼儿园6号的户外教学，园长承认真的疏忽了。换这种措施非常不应该了，是个很大疏忽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回避哦。事实上，这个我们就要深深道歉，因为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。强调当天全程都有戴，只有拍照十几秒钟拿下来，但疏忽到还把照片 PO 上网路，似乎完全没有警觉。老师没有去注意啊，也没有留意，就是去戴好口罩的部分，也由我们卫生局在依传染病防治法去进行相关后续的那个裁处。教育处将移送卫生局开罚，毕竟北部疫情延烧，即使远在南部，同样一刻也不能松懈。记者李怡清、杜颖杰、屏东报道。